贵州蜡染，亦被称作贵州蜡花。最早可追溯到公元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它素雅的色调、独特的花纹、丰富的文化内涵，在中国民间艺术中独树一帜。李群，贵州省盘州人。此时，他正在收取。 经由一天晾晒好的蜡染成品，作为这门传统工艺的国家级传承人，李群已经和眼前的布匹打了近50年的交道了。这些古朴的靛青色上绽出素雅的花纹，一点点描绘出贵州少数民族神秘而绚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 画展的态度，就是我小时候，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工艺作品。我大概嘛，我就从我们少数民族从小，只要你懂事，你就开始学挑花刺绣，啊，画廊就这样。是我从小，我是从8岁我就画挑花学挑花刺绣。 12岁我就开始画蜡了。关于贵州蜡染的起源，各方说法不一。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神秘多彩的传统工艺，确实起源于环境优美、四面环山的西南地区，并且繁荣至今。在少数民族妇女儿童的日常生活中， 它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小到头巾、手帕、衣服、鞋子，大到婚丧嫁娶、祭祀做法，每一处的生活细节无不渗透着千百年来传统工艺带来的深厚影响。蜡染是具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它的制作对人、物、料的要求近乎严苛。 一副好的蜡染作品，从布料的选材到蜡块、蜡刀的制作，手艺人都必须亲力亲为。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嘛，它需要这个蜡刀，才能画我们传统的这个蜡画。它和那个笔呀、水笔呀、什么笔呀，这样是画不了的，只要我们这个蜡刀才能画。 我们用的这个蜡刀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不一样嘛，我们画的这个蜡刀它是分，1号、2号、3号，它是铜片做的，这个爸爸是那个竹子花出来做的。一个蜡染手艺人，他的技法也是由数代人通过传承、不断用时间打磨堆砌而成的。 苗族蜡染一般是由母亲或者姑姨单独传授给下一代中的女孩。这些姑娘从初学到学成，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心血。我们分别这个时间嘛，因为一家人来说就是本人的爱好嘛，本人的爱好，你不管有一点点时间，你都要挤出来，都要挤出来，用你自己爱好的东西画上去。 在古朴的苗族蜡染中，许多纹样和构图都是紧紧围绕着祖先蝴蝶妈妈的故事设计的。相传，从古凤树里变出的蝴蝶妈妈，先与泡沫相恋，后产下12个卵，而其中之一便孵化出了苗族元祖江央。 以前嘛，我们画就是蝴蝶妈妈这些嘛，很单纯的，就是画蝴蝶妈妈，就是画在我们衣服啊、裙子的单条啊，还是围腰啊，就类似的，还有背上啊，那个报备啊，还有什么啊，包包啊、报纸啊，就类似的。到现在来，有这个平台，我们还是用我们的思路啊，用我们的大脑自己设计。
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是这样的。进入信息时代之后，信息的传递、交通的发展、过去封闭阻塞的环境慢慢被打破，越来越多的人得以接触到瑰丽的蜡染文化。与此同时，近几年关于蜡染文化的主体受众也逐渐趋于国际化、年轻化。在这样一个传统工艺和新兴审美激烈碰撞的时代，不同于某些正在消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蜡染正悄然地与现代价值观和谐共生，并逐步形成一个以传统技艺为核心的良性生态系统。我用这个蜡染是彩色蜡画，一个玉差不多要到这七八千啊，都是外面的订单多，他们大部分就是喜欢的就是这个彩色蜡画，很多用来就是装饰用嘛，酒店啊，什么卡拉 OK 啊，这些了，这方面用了。那么您的家人现在有就是有在从事和非遗相关的工作吗？我儿子还是特别喜欢这个我们少数民族的这个手工艺嘛，他还会那个剪纸，就是这个蜡画嘛，蜡画他还没有亲自提这个蜡的画过，但他看一印下去他就知道是我们的，这些他特别的喜欢，就是剪纸啊，就类似他还会，因为他是搞那个设计的，有时候我还是设计不出来很复杂的，都是他帮我设计。那么也就相当于说他在自己的设计中会运用到这个运用到我们的很传统的来和那个现代的还是配合起来，不管做什么还是很好的。历史的车轮滚滚而过，造就了苗家沉郁波澜不惊的民族特质。蜡染作为这个民族的一部分，会有着无与伦比的纯净，便也不足为奇了。在这个感官渐渐被城市的喧嚣钝化的时代，蜡染用最简单的美感为我们找回了被遗忘的纯粹。尽管类似经济压力这样的客观事实限制着蜡染文化的发展，但所幸人们及时掂量出了手中这块瑰宝的重量。因为我们少数民族做这个手工艺嘛，已经失传了。有一天我们那个维管局的，他们到我家去，到我家去采访啊，就看到我这个手艺了嘛。他说你这个手艺不要保密啊，我要把你推进这那个非遗馆里面去。其实我们少数民族嘛都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这个传统还是要一直传下去，不能改的。蜡染的看法就是自己来说，其实我自己来说，蜡染对我就是我终身的一辈子，我喜欢。正空中泛起了鱼肚白，一天的生活接近尾声。李群拿好铺好蜡的布匹，缓缓地朝门外染缸走去，为第二天的蜡染成品做好最后的准备。他用50年为无数的布料描绘了绝美的蜡纹，而那些皲裂开的脉络里沉淀的是这个民族这份文化生生不息的希望。